1月1日上市的这款刮刮乐百万年终奖机。先来介绍一下中奖几率，这款是200元的百万年终奖金 33.72%， 200元的一本100张中 17.19 张，300元的一本100张中 11.48 张，500元的一本100张中两张，1000元的一本100张中 2.31 张。言情提要，一月份第一天赚3700元，再来300中100，总计一月份还有赚3。再来看今天这一刮，今天这一刮是百万年终奖金，第一天买的第一张百万年终奖金有中奖，再买一张测试，选号逻辑选前八码加总等于为0加8加4加2加1加4加0加3等于2，选为码032。今天就是要刮这一张，话不多说，赶快开始。那说不清的纠葛，先刮游戏一个钞票就中，看有没有。游戏一不是钞票，符号没有中。再来先刮中间的游戏三，先把 QR code 刮开。刮开幸运号码0207。这里出现英文字母 O， 看有没有机会200。14没中，01没中。那些痛中忍了，13没中。就不懂吗，数据上也了，12没中。看不到风一来了，你比我像什么，那说不清的纠葛。05没中，没中。游戏三没有了，继续刮游戏二，一个金额就有。啊，游戏二没有中，剩下最后游戏四了。游戏四要刮出三个一样的金额，看一下。刮出死亡之 K 就是杠龟了，随便刮一刮了，共估共估。最后还是依照往例用 App 扫一下确认一下，用 App 扫一下确认一下未中奖。开头忘了看时间，看是中原标准时间1月8日，总计一月份3500元，扣掉本集赔200等于还有3300，还有3300可以继续买，继续赔，继续被酸吧。祝大家幸运中大奖，谢谢观看，请帮忙订阅按赞加分享哟，谢谢大家。